南海在哪里？南海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，是太平洋西部海域，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。该海域自然海域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，其中中国领海总面积约210万平方公里，为中国近海中面积最大、水最深的海区。中国汉代、南北朝时称为长海、废海，清代逐渐改称南海。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、西沙群岛、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。南海中国大陆海岸线长5800多公里，沿海地区包括广东、广西和海南、台湾。南海北部沿岸海域是传统经济鱼类的重要产卵场和索饵场。南海有丰富的海洋油气矿产资源、滨海和海岛旅游资源、海洋能资源、港口航运资源、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，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岛和珊瑚礁、红树林、海草床等热带生态系统分布区。